好的，各位，这个大家有看前几天的影片哦，就是生活频道的影片，有发现那个默默那一天点了一个泰式料理嘛，是跟这个 eToGo 上面这个 eatToGo 这叫什么中文还不是这样子发音的。但是它的拼音是这样 eatogo 嘛，eToGo 啊，对不对？但他们中文叫做什么那个平台？想带走。想带走。享是享宴的享，享食天堂的享，因为享食天堂他们的集团自己有一个网站哦，那他们旗下有非常非常多的餐厅。那在前几天，默默吃了他最爱的一种料理，那就是泰式。然后我今天呢，也点了我最爱的料理之一，那就是泰式料理。珍珠，各位，眼泪像珍珠的珍珠，好像不是那个珍珠，珍珠啊。然后呢，你看一下它的台菜，四菜一汤，你们猜，我在还没有公布之前，你们先猜，这样四菜没有汤，那不是两杯饮料，然后这个是白饭，这是白饭，两碗白饭。请猜猜看，这样多少钱？哎，你们要注意哦。珍珠的话，如果在餐厅，要诈骗我的电话吗？哈，你接啊，我才不要。我接，我来看看是要干嘛。珍珠商店吗？请问你是谁？他挂电话，在那边做贼心虚挂电话，然后呢？四菜一汤，四菜加两杯饮料，然后我们来吃吃看。我跟你讲，卤肉我要放最后。我们现在来看它的这个，哎，开玩笑，卤肉饭呢？我敢说的好吃的卤肉一定不会太差。这个是白斩鸡，那白斩鸡刚刚来的时候，它外层有用一层冰块的，对，所以它是吃冷的。然后它有附两种酱，一个是油葱酱，一个是酱油辣椒。我想吃酱油辣椒。你白斩鸡有人在吃肉的吗？有吧？来，吃什么？我喜欢吃这个皮。难怪你有食欲。它那个酱油辣椒酱真的很好吃。然后还有那个皮啊，你看你是这样子，它不是那种很厚很厚的皮，我没有讲错啊，它不是那种很厚很有油的那种皮，它的油脂没有那么多，然后是跟油葱酱。有人说吃东西牙齿不要咬到筷子啊。谁说的？有人留言说的，那你吃东西可以不要牙齿咬到筷子吗？听起来很不舒服。有给他听。我自己都听不太到。这个要求是有点困难，这个要求有点困难，就跟比如说大便的时候不要拿卫生纸擦屁股。这个画面很恶心，那个触感我不喜欢。那不然你要怎么上面？当然也是有别的做法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换成主题，那个免洗筷，那免洗筷个不环保。好烦啊！拍影片有时候真的是这样，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。就你横着，就像那个谁，我今天有看那个于谦，就是那个谁，酷炫。他在于谦有一支影片里面，他就有说，其实就是我们拍影片的人，很多的时候你做一就会有人做二，你做二有人做三，所以算了吧，把自己顾好啊，不要去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，这样就好了，不要什么什么放去给人家撒汽油、放火干嘛的之类的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害人，知道吗？好，然后。再过来的话，我觉得油葱跟这个都很香，它的酱很香。可是它的这个白斩鸡，我必须说老实话，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送过来的关系，它的肉稍微的比较干一点点，干一点，就油没有那么多。但是这个油葱酱有补掉这个问题，相对它比较干一点。嗯，可是还是很好吃啊。嗯，然后再过来就是什么？番茄炒高丽菜蛋，看不出很。番茄炒高丽菜蛋，你有吃的吗？吃啊。是辣的吗？没有辣，是下饭的。哦，哎、欸，番茄炒蛋的那个香味很，你就想象是番茄炒蛋的那个香味吧。我知道，啊，你们又不吃番茄蛋面。我不吃番茄，那我吃番茄炒蛋不行吗？莫名其妙。什么叫莫名其妙？你不吃，你吃不吃肉粽？我吃啊，怎么？那里面有香菇吗？怎么了？一样的道理啊。一块。你不吃香菇，但是你吃肉粽，对，那这个肉粽有香菇味啊。肉粽没有香菇味。才有油啊。没有。你刚把蛋羹拿走好吧？你刚刚你儿子起来吃什么？我都夹了。拿去，脏。你也不吃的菜、嗯。好，下一个，这个是什么？香菇。不是香菇。这是什么？好吃的。金沙三卷吗？金沙花枝。好像有写。那你问我问屁？我居然很瞄到，因为它旁边有写菜名，它这个有写菜名，很贴心。嗯。哎、欸，这个蛮香的，可是、嗯、可能是因为放在盒子里面了，然后送过来湿掉，有点软掉。可是吃的出，它原本那个炸的皮刚炸完那个香气还在。嗯，嗯，这么好吃。嗯，你对你的胃，我使用筷子了，你的牙齿用筷子了，好烦哦。嗯就那快的、啊，让我吃一下，你先喝一下它乌梅汤。我刚吃了一大口，喝一下它乌梅汁。乌梅汤是什么东西、啊？酸梅汤跟乌梅汁。哇！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都动作特别小吗？因为那小子睡着。他今天一整天不睡觉，嗯，就是乌梅汁，是好喝的乌梅汁，很浓的那种，嗯，应该是那个，嗯，某罐拿出来泡很浓，我觉得应该不是吧，看的是感觉是像那种餐厅自己的，然后他的红茶是决明子红茶，哦，够扎比红茶。他就写说决明子，对啊，有决明子就是古早，蛮好喝的，真蛮好喝的。好，来哦，来喽，哇，我最爱的萝卜，来，萝卜案来问你们试吃萝卜，嗯，哦，我好一阵子没有吃到萝卜了。很可爱，我们双开，我真的觉得很幸福。我们煮着来了，你去买呀，笑死人了。你要煮给我吃吗？我要，你买什么我都不知道，还要煮给你吃。买一个三层肉，五花肉，还有肉棒，有阿嬷的味道。就那种以前阿妈会煮的那种萝卜味，哎，它这个台菜我觉得很到位，就是它每一道菜它都还蛮有做到那个味道，因为比如说像白斩鸡很多嘛，然后这什么金沙花枝什么这些东西到处都买得到，可是我觉得它
它的味道有调的，有调到那种可以足以，就是触及到你内心过去某一个回忆里面的味道。尤其是这个萝卜，这个萝卜的味道真的有阿妈的味道，还不错。好，那我们要公布这样子双人套餐，我觉得一家三口，我们这样加布布，应该双人套餐就够了。只是可以的话，你摆饭可以再买一下。慢煮的。那我们是自己再煮一碗，就是一锅，一杯一白一锅吗？一杯米的。一杯米的白饭。然后大家呢，可以试试看。然后最后我们要来公布这个价格。我们两双人套餐总共的价格是950块。950块，各位掌声鼓励。我也不知道，我这时候想要下音效，我忘记这是生活影片。那950块，有些人会觉得贵，有些人觉得便宜，但是我觉得如果它是以餐厅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价格是 OK 的。而且运费是跟那天泰式一样，一样啊，按距离算。所以大家可以参考参考哦。然后我也会把 E2Go 的那个链接放在下方，大家落吧。请容许我跟我的萝卜合照作为封面。小伙什么小伙？好，那我们就下次一篇见了。我们最近生活频道全部都吃的啊，现在也只能吃了，疯狂的吃，然后还要买东西，然后还要煮东西，这样一个跟大家都差不多。我们可能要换一个，比如说追剧，或者是追剧要怎么分享，你这样就我才会被版权告爆啊，而且还爆雷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一篇见。